现在美国广东队要上场的是黄秋爽。不错，广东队这次比完的两轮比赛实力已经很强劲了。黄秋爽刚才跳的也是一个5.8。虽然这次广东队呢是比的选手都是只跳一个动作，不准备去比单项，但是跳马这个项目上他们已经有2个人跳5.8了。